看看新闻网。首先登上舞台，谁？你们说的大声一点，看看你们的手气会不会和我一样好？黑豹，嘿嘿，嘿嘿，嘿嘿。今天我的直觉很好。黑豹，我觉得应该黑豹。黑豹，该我们了。其实不管是黄妈还是黑豹，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那种表演都是极其富有震撼力的。第一个登上舞台的将是。其实不管是黄妈还是黑豹，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那种表演都是极其富有震撼力的。第一个登上舞台的将是。还不说，你想急死谁啊？黑豹乐队。刚才看了前面几个歌手的表现，我们的风格跟他们完全是完全不同，一听就是黑豹的音乐风格。这次我们选择的是李谷一老师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绒花》，是来自于电影《小花》的主题歌。对。那是青春。绒花是电影《小花》插曲之一，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末。它以新颖的视角、清新的音乐风格，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女主角翠姑丰富的内心世界，为影片高潮的出现进行了情感铺垫。李谷一收放自如的气声唱法，又巧妙地融入民族音乐元素，旋律虚幻飘渺，优美中略带淡淡的哀愁。一朵小小的绒花，正因为有了铮铮硬骨的气魄，才有那一路芬芳满山崖的壮景。主旋律的方面，想保尊重原创，尊重原创，在《绒花》的基础上，它铁花一点，您知道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挺喜欢的，别说必须的。黑豹乐队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黑豹乐队。李老师您好。我们非常的崇敬您，今天我们改编了一首您非常经典的歌曲，这首歌名叫做《绒花》。谢谢。但是我们把这首歌改成了我们自己独有的摇滚风格。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常有个性、非常有魅力的女人。我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带上的这种不同的演绎，好吗？有种美。
乘着银鼓战花开，粼粼似水染红它。真的太棒了，世上有一朵英雄的花，铮铮铁骨，滴滴鲜血染红它，那样的歌词我觉得就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。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很经典，义不容辞的一定要把它改编好，但是我们又不能失去我们自己的那个摇滚风格。首先我为你们鼓一下掌。谢谢。我这个绒花啊，我看了很多很多版，爵士里有很多都有，摇滚我是第一次听到，有我抒情的东西，温柔的一面，又有干净的一面在里面，太震撼了，我真的喜欢喜欢。谢谢您。其实黑豹这个名字我早就知道，他们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，在崔健稍微晚一点的时候，一个很火的一支乐队，当时摇滚乐在中国应该讲还是阻力很大的，到现在你们坚持了26年，你看今天全部站起来跟你们鼓掌，哪那么容易啊，他们想到26年前他们可能都没出生，那个艰难劲儿啊太难了，因为那个年代我经历过，就像批判我的项链一样，都是资产阶级的，我们容易吗？不容易，所以我特别佩服你们，所以你们的歌声震撼强劲有力。我想问你们这几个老爷们，到我这个年龄你们还能摇吗？必须摇，就是像你一样。你对你们三个都得表态，你们都得表态啊。必须的，这是我们必须的啊。你对呢？我干一辈子摇滚乐，必须的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加油！谢谢。好，谢谢李老师，谢谢李老师哈，也谢谢我们的黑豹乐队。